下午三点呢，法院让你去瞧见。哎，你别理他，一切有我呢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的事我会处理的，领导就不用费心了。来了，法官，我来了。不愧是大警察的，很准时，请坐。谢谢。今天你们双方都到了，由我们法院做工作。那么我们法院主要是做调解工作，劝和不劝散，尽量不离是我们工作的宗旨。钱宝喜先生，你是这次的原告，你先说说离婚的理由吧。理由很多呀，最主要的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感情破裂，性格不合。哼，感情不合也应该有一个具体说法，也就是要举出实际的例子来。法官先生，这夫妻间的私生活我看就不必再说了吧。啊，不从你们夫妻考虑，也要为孩子着想。有许多年轻人离了婚又后悔，复婚的人也不少。夫妻间嘛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公鸡打架头对头，小两口吵架不记仇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我看呐，你们最好啊还是和解吧，不要离了。不，我们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，我是坚决要离。哎，玉娜女士，我们谈了半天了，总得听听你的意见呢。谈谈你的想法吧。玉娜，玉娜同志，审完了。看起来
我跟钱先生所说的话都白说了。纪律员，念给玉娜女士听听。别了，我同意。嗯，你同意？哼，你同意什么？哎，不就是离婚吗？我太累了，就这么地吧。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？不用了，插出去的心肠，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那孩子和财产的问题呢？孩子我要，其他的随他挑。完事儿了吧？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在这上头签个字。钱先生，也请你来签个字。谢谢。去民政局闹离婚的夫妻俩有说有笑，好像没事儿似的。到咱们这闹离婚呢，不是男方不同意，就是女方不同意，还为小孩财产问题，争吵不休。今天这事儿齐了，早知这样，就该让他们到民政局去。是啊，咱俩去找邓红的时候，他们还说玉娜不同意离，要帮女方打赢这官司。咱们怎么也没想到，玉娜今天说话像发电报，这么痛快。姐，你还没睡啊？玉禾，你也睡了？我把他哄睡着了。姐，你从中午到现在就没吃东西，我去给你煮几个鸡蛋吃啊。不用，我也没胃口。玉涵，来，过来坐。玉涵，以前姐姐净忙着工作，这个家里的事儿都靠你照管，从今往后你就更要费心了。姐，你说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外人。你们没离婚之前，姐夫也没管过家呀。姐，你干嘛要同意离婚呀？姐夫虽然不管家，可是他有钱呐。现在咱们三个人就靠你那点工资过日子，那怎么行啊？天无绝人之路，咱们节省点。我就不相信咱会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那倒也是。玉涵，你以后找对象可要接受姐姐的教训。姐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明天还有好多事要做呢，早点休息吧。去睡吧，你也早点睡吧。翠翠回来了。哎，哎呀，买这么多好吃的。嗯啊，怎么今天要对你老爹慰劳慰劳啊？爹，瞧你说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准是郭鑫要来啊，要不然哪天你下班买过菜呀？啊，爹，郭鑫在外面执行任务多苦啊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有时候啊一天捞不到一顿饭吃呢。嗯，还没结婚就这样疼他，让你老爹嫉妒啊。傻丫头，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。你们俩的喜事儿啥时候办呢？爹，瞧你都说些啥呀？说啥？你的心思啊，老爹我全知道。今天呢，我请上一桌，把你和郭鑫的事儿啊，当众公布公布。我说老伴儿啊，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？听到了，就你疼女儿，这个老东西。行了，这个方案呢，暂时就这么定了。等我把它整理出来，再报到局里去。陈队，这次化妆大老板打入毒贩内部，主角应该由我来唱了吧。这事儿啊，你就不要再争了。你干办了离婚手续，心情不太好。一娜，我还没有问你呢，这么快就离了婚，是不是谁给你施加了压力啊？陈队，就我这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你说我会屈服于某种压力吗？是啊，我想也不会。其实理由很简单，钱宝喜说了，要么当家庭主妇，要么当警察，二者中选择一个。不像话，照他这么说，当警察的就不能找对象，就不结婚了？开始我还想二者兼顾，可他逼我呀，只能选择其中一个，那我就选择了后者。这事儿啊，你应该慎重地考虑考虑。啊，我对我的选择绝不后悔。我呀，从小就喜欢警察，做梦都想当警察。每当我看到吸毒的人在痛苦中挣扎的情景，就恨不能把毒贩子生吞活剥了。玉达，话是这么说，可你跟钱宝喜毕竟生活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对钱宝喜就没有一点留恋之情啊？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我留恋，朝三暮四，心术不正，和我呀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车。玉娜，你以后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，跟队里说一声啊。没困难，有困难自己克服。哎，咱别说这个了，谈点正事吧。好，我这个当队长的，这个险呢应该我去冒。上次如果不是沙父争着要去啊，那个大老板呢应该是我当。如果这次再不去啊，我就更愧对沙父了。陈队，好，小勇啊。嚯，沙勇，小勇，沙勇啊，你妈妈的精神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叔叔阿姨们经常来劝她，安慰她，基本上想开了。陈叔叔，我要跟你们去抓毒贩。好啊，但是现在还不行，你身上的羽毛还没长丰满呢。可是我要为我爸报仇啊。对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俗话说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沙勇啊，上级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到警校培训三个月。我别说了，当警察并不容易啊，擒拿格斗，出谋划策，那得样样具备啊。另外现在法律健全了，对咱们警察的监督也多了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敢带你出去啊？陈叔叔，我小勇，你陈叔叔说的对，不要着急。你先回去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啊。陈叔叔，好，回去吧，啊。先回去吧。好。哎，玉娜，阿荣，我可是认真的跟你们说一句啊，你们都是有家的人。在每次出去执行任务之前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都回家去看一看，把家里安排一下。嗨，得了吧，你倒不如直接说呀，回去跟亲人告个别。哎，你不是，也许就像荆轲刺秦王那样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回还。别说，我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这样嘛。你说咱们每次出去，
不都是提溜着脑袋真枪实弹的干吗？啊，那毒贩子不仅带有毒品，还有枪支和手榴弹。我觉得每一次啊，都是一次真正战斗。哼，对。哎，我说啊，你们俩抓紧时间回家看看啊，我呢还得把方案写出来，报到局里去。哎，陈队，你该去看看翠翠。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要知道，热恋中的人对每次见面都很重视，说不定哪次误会就会导致吹灯拔蜡。那好啊，不理解我们当警察的姑娘啊，那就趁早吹，免得结了还得离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你们俩呀，抓紧时间回去。哎，好。哎，你一定得去啊。病得不轻啊，这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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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说翠翠啊，你是在等客人呢，还是等谁啊？你管呢？哎，你别高兴太早。如果我未来的妹夫不来怎么办呢？哥，你别说些计划好吗？哎，我知道他的脾气，他工作起来把什么都忘了。平时他不来还好说，今天爹妈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。如果他不来啊，就别想再来。喂，这管小学吗？啊，对呀。啊，麻烦找一下姚翠翠老师啊。我说同志啊，今天是周日。不对吧？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错了我错了。啊，好，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啊，是通用机械厂吗？对。啊，麻烦找一下金工车间的姚富强同志。姚富强请假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哦，那好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妈，妈，你看这都两点了，这国新恐怕不会来了，大伙肚子都上菜上菜。好好好，我这就上，你妹妹还在外面等着呢啊。哎，翠翠，哎，翠翠，这都已经两点了，国新恐怕不会来了，这大伙肚子都饿扁了。哥，他没有给你打电话呀？没有啊，他要打电话说回不来呀，我还回来干什么？这饭菜都凉了，咱们边吃边等吧。啊，哥，再等等吧。哎，我们俩同窗这么多年，我还不了解他呀。可以说我是他肚里的蛔虫啊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清楚楚的。翠翠啊，翠翠，你看大姨妈、二舅母、老叔和大爷他们从一大早等到现在，这都等不及了。你，翠翠，翠翠。翠翠，翠翠，别哭了，你这么大丫头，你哭，你这哭哭就知道哭。这个洋相出大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当警察的成天忙忙碌碌，他给你带不来多少福气。哎，现在后悔也不晚。翠翠，别哭了，说不定一会儿就来了呢。哎，来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！哎呀，国新来了，老同学呀！哎，不，未来的妹夫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爸，
妈，哎，来就来呗，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？应该的，当小辈的买点东西。哎，快下来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呀，快下来呀！快看，哈哈，翠翠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翠翠啊，你这咋的了？郭鑫不来你哭，郭鑫来你还哭啊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！翠翠，还不快叫郭鑫吃饭？哎，走吃饭去吧！哎，走走走，别客气，未来的妹夫啊！艳红，你好。昨天给你寄去300元钱作为这个月的生活费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外出执行任务，说不准哪天回来。啊，但是你不要担心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昨晚的星空特别灿烂，我透过窗子看到了那两颗牛郎和织女星，心中啊涌起了巨浪。这时候就特别想念远在北京求学的你，仿佛我们像那两颗牛郎和织女星，尽管远隔千山万水，却永远心心相印。我盼望着相会的那一天。你起那么早干嘛呀你？还早啊，马上就要出发了。哎，起来吧你，起来吧你，看你也不准备准备给家里写封信吗？咱不像你，整天净瞎琢磨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哎，猴子，说真的，昨天晚上我梦见艳红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一出发吧，这心里总空落落的。你小作战不是挺勇敢的吗？哼，那是在忘了他的时候。照你这么说，那心里就不能有女人了？啊？好吧，你猴哥我呀，绝对不能给你找猴嫂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辜负了宝莉的一片心思。宝莉，啊？宝莉啥心思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宝莉吧，她对你呀，我不告诉你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！哎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！哎，徐导，你等会儿。徐导，宝莉咋说的？你告诉我。哎，你告诉我。遇事要冷静沉着，接受上次的教训。是。和队员们告别吧。是。伏击队由老普负责，你们一小时之后出发，明天在新体镇派出所碰头。是。老普，再见啊。再见了。啊，再见了。再见。哎，阿荣，你要是真的把队长丢了，我可拿你试问。哎，放心吧，咱是干啥的？走，保重啊！再见了，保重。局长，技术队准备出发，请局长指示。不说了，该说的都说了，祝大家胜利凯旋，出发吧！是是，明天见，阿荣啊！啊，牵线人在什么地方？在南岭坡路上等我们。再见，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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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
前面有个人。哎，队长，他就是罗丁。停一下。好。二位，叫他上来。好。哎，快点。啊，上去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好，走吧，开车。哎，可以。哎呀妈呀，这路也太险了！哎呀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怕什么？这我们都没怕，没事。哎，大强，嗯，这车速能不能再快点？这车速还嫌慢，不要命了？不能耽误了接头时间。哎，误不了，误了你触犯我。哎，你们俩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云子，准备出发。哎。许总，走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！哎呀，你好啊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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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来介绍一下。这位是威林的马老板哦，人家财大气粗啊，啊，可得照顾周到点啊。那是那是，马老板光临本店真是福星高照啊啊！马老板想吃点什么？请请请，让我伙计点吧。啊，好，炒三剁，牛杂碎，哎，有什么好的尽管上。好嘞，你们坐啊，我去安排啊。好，你忙吧，坐。来，给我一只。哎，来，再给我一只。等会儿，老婆，今儿晚咱们住哪儿啊？咱们今晚就歇县公安局。对，就去那儿。哎，对。欢迎马老板，今后再来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慢走，慢走啊！好好好，慢走，慢走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再见了啊！好好，再见啊！再见，请回吧。再见了啊！再见。队长，你喊我什么？哦，马老板，马老板，好像一路上有人盯着咱们呢。哈，你怕什么？既然来了，就豁出去了。哎，我说伙计，嗯，人呢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快去看看。哎，好，我到前面看看。上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根本就不是生意人，你们他妈是水老鸭！对，是水老鸭。他们肯定是水老鸭。你们是不是水老鸭啊？是不是嘛？啊！刚见面你们就起疑心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别跟他们啰嗦！上，伙计们，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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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呀，都是自己人呐！哎呀，快说，别他妈打了，都是这怎么行？都是自己人！哎呀，你这帮人这怎么搞的嘛？你别打了，你别打了！住手！嘿，你们都下去。自己人，你怎么叫他队长？什么？什么队长啊？是缉毒队长吧？这，哎，哼，老丁，老子现在做白粉生意发了财，
我早就不干那倒霉亏本的包装队了，你他妈不知道吗？这，哎呀，马老板呐，马老板，对不起呀，这马队长我已经很习惯了嘛。你他妈混蛋，在黑道上不能有半点差错，就你那猪脑袋，你信口开河，你胡说什么？要是出了差错，我找你算账。小声点，如果叫中国的水老鸭听见了，包抄过来，咱们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。嗯，笑什么？在这荒郊野外的，哪来的警察呀？啊，但愿如此吧。你看看，刚才马队长这么一骂，给我骂晕了头了。你看我也忘了介绍了。这位是马老板，是卫林人，以前包工队的包工头，我们大家呢都喊他马队长，我也叫他马队长，这叫习惯了。这位是，这是张老板，外号叫野狼，是从山那边过来的。马老板，幸会幸会啊！马老板。不打不相识啊，啊！你这位弟兄，好武功啊！啊，不是在警营里干的吧？张老板，眼力真不错。不过，他不是在警营，而是在军营。什么？嗯？张老板，紧张什么？啊？把刀放下。人总是在变的嘛，啊！不错，你说得很对。我的这位兄弟确实当过兵，而且还打过仗，还当过英雄。不过，从他退伍以后，已经变成。另外一个人了，这为什么？道理很简单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哈哈哈！啊，我的这位伙计，对没有钱的日子已经害怕了。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这马老板呐，说的是句句是实话呀。哎呀，这他的伙计啊，确实是当兵的。这当兵的工资嘛，啊，低的实在是可怜呐。说出来呢，你们也不信。每个月啊，还不到50块钱呢。退伍费呀，总共500块钱还不到呢。怎么，就这么一点儿啊？太少。实在是太少了，马老板。您甭解释了，我呀，全懂了。懂了就好。你看，这不全明白了吗？你要干什么啊？哈，我这是抽烟。来，张老板。不，马老板，不客气，我自己有。马老板，泡过马子吗？哈哈哈！啊，我说张老板，干咱们这行的，谁没泡过几个女人呢？这么说，马老板一定有水了？钱肯定有，不过那是把小命拴在裤腰带上换来的。是吃钱取存款得来的吧？哈，张老板，你小看人了，盗窃抢人的事儿咱会干吗？是干借光找肉票的大玩意儿。哈哈，诈骗绑架的事儿咱不忍心去干，咱干的是裤裆里挂镰刀危险生意。两位老板，两位老板今天呢初次见面，要说的话呢当然是很多了。
不过在这荒郊野岭，难说没有水老鸭跟踪啊。哎，这样吧，两位老板呢，还是先谈正事吧。啊，先谈正事啊。今天不谈正事儿。这，哎呀，大家吃了这么多苦头了，两位老板今天是不谈正事儿，这，哎，这不是白来了吗？初次见面，大家先认识一下，生意嘛，以后再谈。你这，好。既然张老板不做了，咱们走。嗯，哎，这，在这荒郊野外的，万一碰上警察，凶多吉少啊。哎，马老板，其实是没关系的，在这荒郊野外的，是不会有警察的啊。以防万一啊，既然我们不谈这笔生意了。你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了，走。哎，走。马老板，嗯，明天啊，是归城小镇的接子天，人多啊，不易被水老鸭发现。明天上午10点，嗯，我带货，你带钱。马老板感兴趣吗？好啊。你带多少货，我就带多少钱。货嘛，我有25件。就25件？我有30件。价格嘛，边境的行情，马老板不会不知道吧？好啊，1元为定。同学们，现在大家跟老师把生字念两遍。补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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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衣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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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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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，警察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警察叔叔是我们安全的保卫兵，他们最辛苦，最伟大，同时也最令人尊重。有人说他们不懂得爱情，不，其实啊，他们的人情味儿很浓。翠翠，来，来呀，我有事儿。同学们，下面大家把黑板上的生字抄写两遍，老师这就回来。哎，哥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样会影响我上课的，你要知道人家还没转正呢。哎呀，别啰嗦了，我的姑奶奶，我真的有急事。哎哎，你快借给我5000块钱。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？哎呀，这事儿啊，你就别管了。我看你皮袍严肿的，昨天晚上是不是垒了一宿长城？不行，这事儿我不答应。喂，我这是第一次玩刺激的，你输了钱，你总不能不给人家吧？啊？那好吧，那你说是最后一次，我才借给你钱。好呀，最后一次，保证最后一次。陈队。你说，野狼说的那25件货，会不会就是温老板带过来的那批啊？我想可能是的，可他又改口有30件。嗨，这帮毒贩的话呀，真真假假，叫人呐琢磨不透。宁可信其有，不能说其无。野狼之所以改口，也许他泄露了天机。老普分析的很有道理啊。陈队啊。哟，所长。啊，所长来了。陈队啊，市场那边我都安排好了。哎呀，太谢谢了，所长。没事。行了，在小镇上对货的时间快到了，大家准备一下。啊，对了，筹集来的45万公款就由大象看管，需要的时候才拎出来，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啊。放心吧。好，就这样，大家赶快准备一下。
香蕉了，卖香蕉了，一块钱三斤，香蕉了啊，卖香蕉了，卖香蕉，卖香蕉了，哎，卖香蕉了，一块钱三斤嘞，卖香蕉了，香蕉，我的香蕉好吃啊，又大又黄又好吃啊，卖香蕉了，卖香蕉了啊，卖香蕉，谁买香蕉啊？卖香蕉了啊！撑起几把香蕉吧！让一让！卖香蕉嘞！不要！香蕉，香蕉啊！我的香蕉好吃啊！一块钱三斤嘞！卖香蕉了，卖香蕉了啊！菠萝嘞！又大又黄！哎，这位大哥买菠萝吧，又大又甜的菠萝，一块钱三斤。不买！来，买一个吧！这位老弟啊，我的香蕉好吃啊！哎，这是芝麻椒啊，又大又黄又好吃啊！哎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呀！他的菠萝不好吃，我的香蕉好吃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说你的香蕉好，也别说我菠萝不好啊！啥呀？如今的市场啊是自由竞争，有能耐就卖，没能耐回家歇着去啊！你不让我卖，我也不让你卖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不让你卖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来，买我的菠萝，这两个大颗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啊，不让我卖，你这菠萝，还得买我香蕉吧？来，你这人干什么呀？香蕉好吃啊！哎，马老板，到底想不想？马老板，不买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拿来吧，算了，我不卖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嘛，在这儿啊，很容易被水老鸭盯上的。咱们快走吧，啊！走，咱们走。香蕉啦！走，卖香蕉了啊！又大又黄又好吃啊！菠萝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。一个弄不好啊，就很容易啊翻车。所以说，多加小心为好啊！是啊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怎么样？今日停业，没关系，这是我包下了啊！来，里边请，来，里边请。来，大伙儿都坐下，来，坐下。来，坐。今天又不是定亲，张老板，拿着小公鸡干什么？你不懂，来酒。好嘞。来把刀。好嘞，给您。今天什么也别说了，你看得起老哥我，就喝了这碗鸡血酒。在我们那边，喝鸡血酒就是结拜兄弟，就是不结拜兄弟，也有兄弟之交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谁让我们是站着撒尿的男人？男人嘛，就要干男人的事儿。来日万一出了事儿，刀架在脖子上，也绝不他妈的出卖朋友。大不了一个死，20年以后又是条汉子。来，你今天要是看得起我，就喝了这碗鸡血酒。马老板，我先干为敬。马老板，请啊。马老板，你的胃不好，是不是让我来饮？
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梦，用绿色抚平所有的伤痛，为了那一方平安八方宁静。不问今夕有谁能懂，有谁能懂，战士流血不流泪，自古军中出英雄，情最真笑容，战士流血。